是你的地盘，我一直都在这里抢的，一直都是我抢的。你那么年轻，你好像学生，你该干嘛干嘛去，不准抢我的。我不是抢，我要这是我的地盘，我每次都是在这里的，不准不准不准抢。你真的抢的那么凶啊？这是我刚刚捡的，不是在这里捡的，不准抢。我抢的，难怪这几天都那么少，那是被他抢了。哼，跟我抢。哎呀，一点多了。空了，是我掉的，刚才放包包的。掉这么多钱，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快点把钱拿好，快点。这么好心啊？你去哪里的？看到，去那个大旺村那边。哎呦，捡那么多什么东西？哦，我捡了一点瓶子，那个还有一点纸箱，准备拿要拿去卖了。那么勤奋啊，你干嘛要捡瓶子啊？家里面遇到了一点困难了，要捡瓶子维持生活呀。什么困难呢？就我爸他腿脚不方便了，我要出来赚一点外快。哦，那姐姐给你一点钱了。这个不能要，不能要，我老爸教我不能随便要别人的钱的。对呀，他从小就教我。那你吃东西没有？我一天没吃东西。上车，大姐带你去吃点东西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要是你有水的话，你给一瓶水我也可以。水就有，这里零食也有，要不要？零食我不要了，就喝一口水吧。粉呢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哎呀，谢谢姐姐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这个小女孩，谁家的家的那么好啊？拾金不昧呀、啊！你东西呢也不要，饿了一天啊。哎，小美女，那捡垃圾了。怎么了？手机没拿。哦，对，是不是？哦，真的是，谢谢你啊，小妹妹。不客气。哎，要水果吗？吃点水果吧。不用了，我老爸教我是要拾金不昧。不用了啊，谢谢大哥，我先走了。这小女孩年纪轻轻的，大好人了。我没空，先这样啊。喂，四哥。哎，怎么了？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小女孩从这里路过，扎两个小鞭子的？两个小鞭子，背一个蛇皮袋。哦，就是捡瓶子的那个。哦，对对对，他就在那边捡。我刚才我在那里吃水果的时候，我看见他了，他还拿我手机还给我呢，我忘记拿了。哦、是啊，是个好人呐、啊，我要去报答他。刚才掉钱了，给钱他也不要，给那个东西他也不要，只要一瓶水。是啊，我给水果他也不要。哎、应该在那边，来，我跟你去看看，来，对呀、啊，走，老爸，嗯，哎呀，我把那个瓶子卖了，买了一点饼，他还多给我1块钱，才买了这么多，快点起来先吃东西去。这里，哎呀，哎，小女孩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我老爸。腿脚不便，然后我去捡瓶子给他买了一点饼干，让老爸吃。你饿了几天了？是不是？他几天没吃东西。几天没吃东西？对呀。慢一点。来，这里有水果，这个水果给你吃吧。
给你爸吃吧。啊，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呀？没事，没事，煮一点粉给他吃吧，这这个不营养啊。先点一下肚子吧。哎呀，你等一下煮这个给他吃啊。这怎么行啊，老爸，这个我能要吗？不要了，不要人家的东西。对呀，这是我们不能要。这是我对你酬谢的。是啊，刚才不是帮他捡了钱吗？对呀。我那个手机也是，他捡到我的手机还给我了。不要人家东西。没有，老爸说是举手之劳。你那个女儿真的好心啊。是啊，人虽然穷，但是很有骨气。对。而且很热心的帮助人家。就一点点心意收下吧。是啊，你不要我也放心不下。多谢你们，那就多谢了啊。那多谢，多谢大哥还有大姐。我还有事，我要去忙。啊，多谢你们啊。啊，先走了啊。咦，怎么那么多钱啊，老爸？啊，多少呀？是刚刚那个大姐。我们要不要我把它还回去吧？哎呀，算了，人家改的算了。那我们就去。人家都跑远了，应该。我不见他们，那我们就先走吧。回去了吧。回去吧。